那么现在倒退的时候呢，要多的是什么呢？三川步。他当下的情绪及庆典的气氛去做不同的变换。现在李牙呢？哦，妈巴苦等啊，被接上面党被接大牙。哦，因为呢，二哥呢觉得大哥是他心中非常尊敬的一位啊、哦，算是长辈的角色，所以呢，以用尽钱来邓来迎接他的大牙，代表他们两兄弟感情是非常的好的。他们用掌声来谢谢我们的范县二将军带来的正气度的步伐。大喜大喜呢